我的后车厢呢都有球具，因为我很爱打球嘛。大家也知道，有时候开车如果不小心出了意外的话，还是要防身的。这一支应该是绝对够我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乐吴思贤，欢迎来到潮影纠察队。我今天要来分享我的私人小屋。这个是 Converse 跟 Rick Owens crossover 的鞋，对。那我自己那时候特别喜欢的是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这个鞋的方头，对，有点像麦当劳叔叔啊，对。可是目前台北大家好像接受度不是很高，对。但我觉得自己有的时候稍微搭配一下，蛮可爱、蛮好玩的。那小乐，你觉得今年后续还有哪一双鞋款是可能会有意见来看到的？我说实话，我自己是一个big fan of Converse 还有 Nike。我还特别喜欢一个品牌叫 Golf Wang， 对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品牌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他们的衣服也非常帅。对，当然一方面我喜欢打 golf， 但是纯粹在讲 design， 他们的 design 也很屌，就是他们的颜色啊，各种 print 啊，都设计得非常好。我觉得最近呢 ，Golf Wang 跟 Converse 也要联名出新的鞋款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然后 GD 跟 Nike 的 crossover 又有出一双新的。它是有一个盖子，它那个比较像是一个有点绅士感的那种球鞋，对，但我觉得也蛮帅的，就是可以做另外一种搭配，对，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。一杯养乐多的零酒精调酒。养乐多。对。好。哇，它零酒精。它没有酒精。可是喝起来有酒。有一个啤酒花的感觉。有一种啤酒酿的那种感觉，對，这个很棒。很好喝，我觉得尤其女生应该会蛮喜欢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一款牛仔外套呢是Gucci 的。我今天特别想介绍这个，是因为除了我觉得 Gucci 蛮少做这种样式啊刺绣的之外，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珍珠的这种元素，后面虽然是这样。蛮花俏的，但是它前面其实就是一般素的牛仔外套，然后我也蛮喜欢它的刷色的。今天特别带这件牛仔外套来当服装介绍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的职业倦怠这首歌，当时我在拍那个 cover 的时候，我就是穿这个牛仔外套，因为职业倦怠这首歌的风格呢，其实我觉得还有它的编曲的那种感受，其实也有一点Old school vintage 的东西元素在里面，对，所以今天特别带这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单品介绍给大家。